快乐时，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善良与我喜欢的生活而无，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说几点好，说几点不好。第一，音乐感觉 perfect， 非常好，我喜欢。第二，你点都宠辱不惊，特别好 perfect， 我喜欢。好，有两点不好。第一，我觉得你的演唱有点做作，哥哥的痛在于没人懂他，催生内心。第二，我觉得你的声音太刻意了，你现在声音呢，嗓子有问题。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你最近不要唱歌，两个月的时间你把你的声带保养好，我真想听听你的真正的声音是什么。你有着非常好的音乐天赋，有着非常好的流行潜质。谢谢老师。我非常认同韩红老师说的，我觉得你可能太追求完美，我也希望你在唱歌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更赤裸的你，更真实的你。我相信一定会感动很多人，因为你的声音真的很好听。接下来繁重的比赛，一次一次的试音，你要一次一次拼命唱，你能行吗？我能。我如果现在给你过，我就是害了你。振宇，我看好你，但不是此刻，谢谢。说真的，因为以我们这个阶段，你要进入偶像学院，你绝对够格。不管你接下来怎么走，我希望你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多听听韩老师的意见。接下来你答应我，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你的声音要保护好，然后呢，多留点时间赖在韩红老师旁边。一定。你从他身上可以挖掘到很多很多的宝藏。我选择让你过。我觉得最重要是心态，我觉得你唱功完全没有问题。我觉得韩红老师也是我心目中真的非常非常棒的导师，我要让你下一次还有机会再听到韩红老师怎么样教你其他方面的东西，让你更进步，变成一个更好的歌手，在台上发光发亮。今天我必须给你过。过来领吧，欢迎加入偶像学院。谢谢。你真的可以的，你可以的，亲爱的，走心好不好？对不起，刚刚我就是下一个。